歇了，爬到蘑菇架上去玩。咦，怎么还上不去了啦？你那个腿儿啊，就算了算了，上不去了，上上去下下不来，怎么这么搞笑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行，这不能算了啦，倔强的我一定要算了，就当我没说。要练成绝世高手，首先从这个沙包开始。当然，攀爬功夫也是必不可少。撕咬能力也不可忽略。作为一只倔强的熊猫，我还得看看周围哪里可以越狱出去。我在哪跑？你跑偏了你。没有跑偏呀，你又不进来跟我一起玩去。哎，我的树，完了，明天又得重种了。金虎，你看人家飞云都在洗脸，你的脸洗一洗快。作为一只倔强熊猫，就不要在乎那些小细节嘛，等我过完鞋再洗也不迟呀。生气啊，真是。对呀，抓了半天都抓不下来，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奶妈说给我玩，却要把猪都吊在上面，真是居心叵测。我就是一只倔强的熊猫了，我非要把猪都弄下来不可，哼！下不去，我非要上给你看看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去找噗噗玩。你把噗噗找进来啊！你薅他干嘛？跟他展示一下你有多厉害吗？